末期已经到骨了，它是末期，乳癌末期到骨了。那时候在我十月的时候，我接触这个水，我知道哦很好，我这样用的时候，我十一月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哎，你因为他吃很多保健品，可是因为他是价格式的嘛，他经济也不允许，所以他就保健品有吃，可是看到他的癌指数也没有下得很快。然后他又不要，他医生有给他癌指数那个癌症的药啦，因为他是用，因为他已经太严重，他没有办法用那个药物来，没有办法去打 chemo 这些，只可以用药物，所以他就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讲，哎呀，他也是放弃啦，就说不要啦不要啦，因为等一下女儿会呱呱叫，因为他吃保健品也是偷偷吃的。我说水啊，你要喝水的吗？你对不对？你就试啊，你就不要管这样多，你就喝水，你就照着我方法去用。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因为他是我在生活里面，他是我真的帮助我很多很多的一个朋友。所以我说好不好？就拿一架水，他说不要，因为他没有工作什么，该不要紧。我就马上我说你不要讲这样多，我真的因为很想看到我的朋友好起来，因为他已经到末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担心也很怕，就把一台水寄去新加坡给他。我没有想到当我寄过去给他，他就用了，他就用用用哦，真的在三个礼拜里面，他喝其实不大量，因为他吃住那个chemo的药嘛，所以他会很反胃，所以他是正脚冲头冲就是冲头啊正脚喷啊，他是这样子用法。然后三个礼拜后他跟我讲，哎，癌指数真的下到比之前吃保健品更快，从500点下到剩下100出点。然后过后他继续给我见证，就是他讲，哎，冲那个头，因为他以前他的头发真的好像是那个扫把呢，真是扫把，很粗很硬的，他头发很多，因为他头发很多很粗很硬的。一问他做住吃住那个化疗药，他头发好像也没有掉很多啦。他就因为他其实他后来还有跟我讲，他吃的化疗其实他每次没有吃，他把它丢掉丢掉，女儿给他就跟他丢掉，因为他讲他不相信吃医生的药，他很怕吃药。所以我讲哎呦，他真的很敢咯。然后就他的头发就跟我讲，哎，整个他去美去那个理发店，理发店说，哎，怎么你的头发最近你用什么？怎么这么滑顺了？没有那个粗糙了？他就跟我讲，他讲真的很那个见证很大，他讲真的那个头发真的变掉。然后还有最重要是他的，因为他是乳癌嘛，他整个那个乳房已经是干到完了的，干到完，然后因为干嘛，那个皮肤很干，所以他的手是没有办法拿起来，因为会裂嘛，他的那个乳，他这样一拿起手，他旁边乳房干嘛，干到就痛了，对不对？手就不能拿起来。可是因为太赫兹，他喷，他这样子喷，一直喷，他讲，哎呦，感恩哦，真的那个手已经可以拿起来了，所以他的见证很大。直到现在，因为他家德是他用了太赫兹水短短的，我相信就是大概两个多月左右吧，他已经去可以家德斯了，所以他的朋友们都觉得很奇妙，哎呦，为什么你可以整个不一样掉，整个精神啊，从走路也不能走，就慢慢可以走了啊，所以这个是我真的坦白讲，一个太赫兹水能够救到我一个这么好的朋友，你说我感恩吗？我真的很感恩，真的能够让一个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能够因着太赫兹水他能够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们用钱买不到的，所以不好意思啊，